老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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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了，你又有办法了。等着瞧吧。切，让开！快问，给我问，有没有看到尼姑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一对儿非本地的年轻夫妇，瞧着像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和公子的模样，但是穿着尼姑和夜香郎的衣裳，还带着一个瞎眼老尼？没有。算起来，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。估计啊，嘴都给气歪了。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，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，千里马也追不上。等回了林州，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，再回别院。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。 回来了，那是当然。此行虽然凶险万分，但也一切安好。什么安好啊？你的手？哎，这点伤算不得什么，修养姐这边会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。敬堂兄弟，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。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，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。这段时间，你要小心谨慎，切不可大意。好。